哎，开饭啦！山西陈醋一勺半，没记错吧？味儿不对，干嘛？你嘴上有油，我自己来。味儿不对啊，那我就改进，下一次我再做。没下回了，以后别再登我们家门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等着我啊。千万别心软，等一会儿他过来。就轰他走！来了！辣椒油怎么能没有辣椒油呢？高建林，时间不早了。对了，你这两天不是行动不便吗？回头你在那个手机里面下载一个冰果消消消，无聊的时候你就玩一玩啊，解闷儿。我不闷，我知道。还有啊，我已经把厨房整理好了，面条我放冰箱里了，他们俩回来以后下锅一煮就可以了啊。啊，那个，你晚上记得那冰敷几次脚腕啊？我知道了，不用你管，快走吧。好，哦，还有啊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往脚腕上抹点药膏啊。不送。啊，那我走了啊。今天你爸又去你家做饭了，我想留他一起吃，结果他还先走了。不过看得出来，你妈是想留他的。我觉得再这么下去啊，我们的宾客名单上就可以有你爸的名字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又在提醒我我们要结婚这件事儿啊？我什么时候又提醒你了？这么着急啊？谁着急了？走开！飞了！你再气我，我真飞了。飞到哪儿，我就跟你飞到哪儿。